萨巴伦卡北京时间9月10日消息，总奖金25万美元的 WTA 国际巡回赛加拿大魁北克赛公布正赛签表。最近表现抢眼的白俄罗斯新星萨巴伦卡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，二号种子是刚在芝加哥 125K 夺冠的马尔蒂奇。此外，奥运冠军普伊格、前法网冠军萨法洛娃、怪球手尼库莱斯库等人也将出战。以下是本站比赛的详细签表。第一轮、第二轮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、决赛冠军一萨巴伦卡，白俄罗斯勒普琴科，美国波兹科娃，捷克卡拉坦切娃，保加利亚亚斯特雷梅斯卡，乌克兰麦克哈尔，美国库德梅托娃，俄罗斯巴塔门蒂尔，法国斯尼库莱斯库，罗马尼亚沃特森，英国贝尔南德兹，加拿大达布罗斯基，加拿大罗迪纳，俄罗斯加西亚佩雷兹，西班牙阿尔马里诺，加拿大西提玛利亚，德国武肯宁，美国巴瑟尔，德国阿邦达，加拿大马汀科娃，捷克杜达尔，美国布伦格尔，美国哈迪德玛雅，巴西三普伊格，波多黎各六萨法洛娃，捷克贾贝尔，突尼斯佩古拉，美国克普利斯科娃，捷克克里斯蒂安，美国加沃尔索娃，白俄罗斯布罗迪，英国阿尔马尔蒂奇，克罗地亚